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。黄桃罐头保质期是15个月，可乐要在打开后24个小时喝掉。吻痕大概一周就能消失，两个人在一起3个月才算过了磨合期。似乎一切都有期限，遥遥无期的是零食带来的回味，吻痕给予的甜蜜，还有我对你的喜欢。我的南方姑娘，谢谢你陪我任性。我喜欢穷游，喜欢做背包客，所以你陪我。青海，我们来了。塔尔寺，垃圾山，茶卡盐湖，每个地方都会有他的故事。走在陌生的街道上，看另一种过往，过另一种人生，体会另一种随心所欲的流浪。如果可以，把想寄存的变成永久。南方的小镇，阴雨的冬天，没有北方冷。青海不是海，但我知道是对海的渴望。行走在路上，其实是一种遇见，遇见公路，遇见风，遇见无边无际的沙漠，遇见一种信仰，遇见一个更好的你。我们不过是在诉说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。我和你一起出发，就等于这个世界。那些不眠的晚上，他嚼着口香糖，对墙漫谈着理想。南方姑娘，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。南方姑娘，是不是高楼遮住了出发前的希望？我问你，对于这次旅行你怕吗？你回答我说不怕，因为有你照顾我。这到哪里啊？这让我更加确信，因为有你，我才会更加爱行走过的土地。因为有你，才会把它们变得更加生动。诗与远方，爱与梦想，这个世界本来就不缺少美好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的南方姑娘。在四季的风中，他散着头发。